perfect.没有，我第五件还没打。这世界上没有完全安全的事，就是这个，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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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，
他都没听过，这整天都在这里。对，上次没几天的时候，他就在这里。他这个好像是个大学生吧。他跟Michelle一块的嘛。对呀、啊。对，基本上没。对，人最少的时候就三四个人打，哎，就那么打。老板拿了个钥匙，其实那时候就完成了。拿钥匙三四个人。你一直有保持运动啊，锻炼的。OK 啊，但是还是不行。那个当这个用差太多了，对对对。但是你这样的话，以后打起来，一打起来就恢复的稍微快一点。你不会说一年多都没动了，对吧？还有些跑步啊，一年多没动的话也是废了。但是也长了不少，长几磅了，强度不一样，真的确实强度。我是没有，人家说你跑步啊，我跑步我这实在太慢了，坚持不下去了。人家一跑跑了好几个小时。我觉得那他可以跑出这么跑出这个就是跑得很过瘾，我都做不到，我觉得太难受了。其实你一直跑的那么一个小时，运动量比打羽毛球大。看到没？哦，妈妈。热量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，但是它有些急停啊、转身啊那种跑步没有的。不过我觉得这以前的这个网球肘子们，哎呀，完全休息好了，休息好了。我靠！调整，好好点啊，张哥，好好点啊，太好了。对，这个新年他们还在这边打。打，他在这边打。他以前不是说，他在没有 member 的话，他就可能跑到。没有，他没有，一直在。说是这么说 ，IBC 收20块钱的入场费。那他今天怎么没了？他不打这个。哎，好厉害！麒麟中路一群，这个中路就出国了。他一般周末出去赚钱嘛，他。麒麟周末不知道赚钱吗？他一般就是星期，他星期三晚上去。那两个普林的男生能不能打过来？你叫我那个女生，我能拿他们俩当朋友。那个 Michael 跟郑毅啊，就是这两个，他们有点不强，因为那个女生后面那小女生挺强的嘛，你需要稍微弱一点，要是要打个什么混装一样的话，男生Michael 是厉害，你看他训练的时候啊，非常那个。非常的，你看，就是说，打的好厉害，他一打就下来，他就有输，真的输非常。是的。他输的时候就是各种球打的非常到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挡啊、防守啊、杀球啊、吊啊，都非常到位。
他一打起来他就好像要五内心，就是完全自己非常主动的可以拿分的球，就是他有些太可能节奏啊打得比较好，就是说你训练的时候节奏是比较固定的，对不对？同样的就是拉来的，对对没错，对对对，哎好像好像，对，他就训练你看那个教练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所以呢他有预判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很是很能预判，对对，他就打不出非常道路，但是你打出比较。